如何变成一个悟性高、一点就透的人呢？有些道理，有人花了一辈子的时间都搞不明白，有人只需要一首歌的时间。这就导致人与人之间有了一些一生都无法跨越的鸿沟。给大家以下四点的思路：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悟性很高的人，我相信这四点在你的身上都会有体现；如果你不是，可以相应的对照提升，相信你也可以变得通透智慧。一、悟性高的人不以自我为中心。 并且是极端的不以自我为中心，无论听谁表达，他们思考最多的是别人为什么这么说，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。很多人的倾听模式是听的过程中时刻准备着如何反击，或者是揣测对方对自己的看法跟评价。这种伪倾听没有任何的沟通价值。当他们开口说话的时候几乎不会夹带任何的个人情绪，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在服务最终的目的。总之。 过度关注自身的人是注定要招致失败的。二，他们都极度尊重人生现实，比如很多人就接受不了自己实际上就是个普通人，总是自命不凡，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。这种心态一定会导致遇到任何问题都会像个怨妇一样，怨环境、怨领导、怨命运，总之就没有一丁点儿是自己的问题，所以就不会有脚踏实地的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。 尊重人生现实的人，会接受现实，融入现实，遇到问题接受它，撸起袖子开干。能力不行，提升能力；问题卡住了，找根源。他们发自内心的接受每个领域、每件事情背后的客观逻辑和现实，也尊重这些逻辑和现象作为一种现实而存在。挡在他们面前最多的是为什么，而不是凭什么。内耗这种事儿，他们从来不做。三。 他们基本都非常喜欢阅读，会广泛的跨领域读书，也会反复的精读。只要不断的去阅读、学习跟思考，融会贯通，才能领悟到事情运转的底层逻辑。无论是读科普书籍，还是历史书籍，还是人文书籍，书读多了，你会发现太阳底下没有什么新鲜事儿。为什么会一点就通呢？因为无论你遇到什么事儿，书读多了，你总能找到似曾相识的事情。四。 他们应用新知识的热情特别高，你会发现很多牛人总喜欢跟人分享一些新观点、新知识。表达欲只是其中一点，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是他们重新捋顺加巩固知识的环节。很多牛人实际上是刻意为之，把一套知识完整的输出，其实已经完成了他对知识的检查、记忆跟消化。本质上就是费曼学习法，把学到的东西教给别人。 是最快的学习方式。那或许优秀的人还有其他的特质，但做到这几点，你已经可以击败百分之九十的人了。